我们经常被别人忽悠，不一样的道理，普通话忽悠别人嘛，对，非常的不行。啊，就是什么东西？怎么了？而这一家伙是吧？打死宋浪涛，他们来什么？来问问，这个姜吗？黏黏的。这个姜我也不清楚，反正一直存在。以前的位置我也没坐过，哦，后来有一个人坐。粘性的东西，服务东西。不是，这是那个透明胶带嘛？我桌子上还有，嗯，这有胶带，拿清洁剂洗就可以了，温水用清洁剂。我忘记弄了，我上次用那个发热水不行。后面还可以发热水六神。